Baba。
前的可爱的 B 站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又见面了，这里是2023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现场，我呢是最美的夜的老朋友，也是今天晚上主持人谢楠，大家好。各位观众老爷们好，我也是最美的夜的老朋友，今晚的主持人大佐，大家好。初来乍到，还请各位多多关照，我是各位的新朋友冯喜，欢迎喜喜。大家好，我是黑西侠白旭旭，刚才抽空去拯救了一下世界，匆匆忙忙在台下换了个衣服，然后就和三位来主持今晚最美的夜。哇，我也没想到我有这个荣幸跟黑西一起主持，是不是？是的，刚才那个节目叫做我最喜欢的一集，我估计是把我们很多人的童年都直接搬到舞台上来了。哎，所以大家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当年那个疯狂追番的自己啊？有没有？今天晚上呢，不只有刚刚看到的那些经典的动漫人物，而且还会有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齐聚舞台，不知不觉间最美的夜已经陪我们度过了五个年头，今晚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没错，首先呢是在台上的这位老朋友和他百人交响乐团已经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跨年之夜，他们就是赵赵老师和 ZZ Music 跨界交响大乐团，掌声送给我们的艺术家们。当然了，还有台下这一张张大家熟悉的面孔，他们是 B 站最珍贵的宝藏，我们可爱的 UP 主们和熟悉的嘉宾朋友们。Hello， 欢迎欢迎你们。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们总是能够在每一年最美的夜的策划主题里面找到自己的那个情绪共鸣。今年我们重回现场，欢聚在一起，再次感受万人心跳同频共振的快乐，在2023最后的夜也是最美的夜，大开眼界，放肆狂欢。踏入第五年，最美的夜也离不开我们合作伙伴们的大力支持，让我们感谢宇宙独家冠名淘宝，前方高能，请注意，淘宝送你大福利，感谢新年守护官东阿阿胶，养生就用东阿阿胶，感谢新年新朋友圆梦之星，随时随地聚齐好朋友，感谢控油防脱养元清，祝大家新年发光不发光哦，感谢东风一派汽车、智雅电动轿跑、一派007，同时还要感谢跨年互动官华为 Nova 12系列，出色拦不住，感谢指定合作康佳，有家的地方有康佳，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立即解锁大会员跨年惊喜价，用电视端云视听小电视看跨晚，大屏一起看更有现场感，今晚呢我们还在弹幕当中藏了惊喜彩蛋，有机会呢解锁我们新年好礼，大家多多互动哦。是的，那也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品牌伙伴们，我们今天的晚会即刻启动，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今天这个最美的夜里找到你们的嗨点、爽点和泪点，让我们一起来迎接新年。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朋友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日行一善。哦，你说的这个日行一善不会是拯救世界吧？嗯，哎，你别说，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哦。而且啊，他的座右铭影响了无数人，大家都知道这八个字，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踏进圆梦之旅，和他一起纵横宇宙吧。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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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a suit before he lift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吓我一跳，你在这鼓捣什么呢？这是啥呀？这是我们 B 站 UP 主凹凸赛克做的一个微缩模型，但我看这家人怎么那么眼熟呢？白老师，我猜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可能都一样。一样吗？这不是家有儿女吗？哦，这是家有儿女。对呀、啊、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眼熟，是吧？你要、哦、你这么一说我就全认出来了。但是你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挺想回去再重刷一下的。你今天来对了，满足你的愿望，包括满足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愿望。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番外篇，让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童年。青春如此多娇，养生就用东阿阿胶。接下来是东阿阿胶推荐的《家有儿女 Plus》。
12个小时，为什么我还没有成为阳光男孩？我的妈妈说多吃香肉菜才长高，但我只有3块，只能买杯贡丸。但我不加香菜，香菜狗都不吃香菜的小朋友都会长胡子。你在干什么？啊？吃香菜是吧？你曾经和我同年和山高一样，想要见证的那是我双眼手指头，心不息的心不足的星星的模样，快乐神奇的肢体每个面是长相。我要带我全家一起出去旅游，去峨眉山跟妈妈坐着火箭飞出地球，然后回家剃头，因为明天开学。我看了一眼日期，怎么是昨天开学？我的刘海长得看起来像一个坏人，如果我去加入厂牌，那就成为卖点。关于怎么做音乐，我没有概念，所以今天我去一个老农，他的前辈拜见。他说他从中专毕业了5年，好神奇，他用他的嘴巴发出鼓点，蹦子壳子蹦子蹦歌，一边答辩一边舞动，好酷耶！哎，我们一起吹塔，任何邪恶都将被绳之以法。我现在看电脑，高尔丁法，我手中的键盘就是这么一打。我的弟弟跟我姐姐突然破门而入，看见东西就打，还让我做他们店长，可不可恶？居然跟街上合租，我非常的 emo， 出去疯狂散步。我喜欢一个女孩叫做红霞，我给她我亲手做的小龙虾，她就喜欢的 rapper 叫做 Zenny， 而我跳街舞是指定灵魂。爸爸妈妈，你们快管管他们！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天堂，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新的模样，快乐学习的肢体，每个都是强项，贪玩耍，讲义气，我们都一样。一不留神就会把火闯，回到家里爸爸妈妈脸儿又拉长，见识不好爷爷奶奶身后藏一藏。老大的话可以不可以不讲，给我一片自由自在同一人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360度的香菜我吃那么爽的来，不吃香菜就会丢失美好的品质，我妈说她没有这种小孩。为了学习会把墙全部凿开，怎么裂怎么剪碎色，老婆直接洗掉我的被子，发现我在南北说我就好久无数妹子。老婆说让我提高一点介绍，说我的特教音乐从小见教，而是我上课怎么从不听讲，可我就要看我自我欣赏，我像我的偶像杨和苏抹油，我会有超超超爱我的100个女友。我的哥哥喜欢徒步到处旅游，回来鞋子一脱直接，他说老妈的洗衣胶我不要，我苦恼都被我妈破鞋写超好，我感觉这样非常糟糕。我玩说唱不能阻挡，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天堂，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新的模样，快乐学习的自己每个都是长相。哎，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呢？唱歌。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音乐呢？什么是当当当？就是当当当。妈妈是广场舞女王，你小子也别跟我装，我赚钱让你住闵行，玩音乐我可比你忙，到处演出住机场。三个年级我有风了地毯，眼睛里面满是希望，书包上面总是宝。随马老他起起了，赶紧拿火车去宇航，做自己生活的宇宙王，赶紧看上你也可以狂。用笔描绘世界的精彩，蛋糕都是牛肉很精彩，只要电脑是搞破坏。Jump, jump, three,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天堂。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鲜的模样。快乐学习，认真听，每个都是长相。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天堂。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鲜的模样。快乐学习，认真听，每个都是长相。妈妈洗脚哦，乖孩子们，真懂事。谢谢，再一次感谢法老、小精灵、阿达娃以及凤凰传奇。谢谢，请各位老师来到互动区。那在他们过来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东恩恩
胶小金条，随时随地撒个娇，点击直播间天选时刻弹窗上的一键参与按钮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东阿阿胶提供的礼物哦，赶紧点起来。哎，我是看到那边有一个非常面熟的面孔，左哥，左哥你在哪里？来，朋友们 ，Hello， 看看是谁来了，让我们一起欢迎小雨。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哔哩哔哩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尤浩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的扮演者。是，刚刚这歌听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嗨？哎呀，太嗨了！我在下面蹦的，就是你看我这个家伙事儿，是不是、就完全在演一个观众，融入进去了，我非常的嗨。点评一下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一提的？说实话嘛、说实话，这个歌首先他这几位老师演的非就是唱的非常好，是实话实说啊。对，但是有一点，我们的小精灵小老师应该演的是我吧？对，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像他一样啊，这个我们这个家估计就要没了，我们这个家呀可能就要散了啊，我们这个可能我就要被刘梅打了啊，跟你一样被玲花老师打了，被玲花老师打。对此，我想问一下小精灵，是的，你怎么看？哦，既然问我这个问题，那一定要我们的特色来说一下了。来，孙哥抓的币，要不吃磕死蹦蹦啊，耶啊，耶，磕不会散。哎，我觉得要不二位还是散了吧，就是啊，然后没有没有，正经再次欢迎一下法老和小精灵。我在这里要跟那个花姐和一哥告个状，刚刚在台上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白老师看了可能大概10分钟吧，然后说那是凤凰传奇吗？怎么那么年轻啊，说这么年轻就当爹妈了，采访一下，早就当爹妈了。对对，他说今天在舞台上多了这么多孩子，也采访一下这个花姐和一哥好了，第一次在台上。我要孩子有这么大我就高兴死了，真的这么闹腾你也觉得 OK 的吗？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就是这么闹腾的话，说明身体是健康的，对吧？身体没问题啊。对，如果这个需要补一补的话，可以喝一下我们的东阿阿胶啊。然后我刚刚看到阿达娃在整个剧里面被妈妈追着投喂，是不是好幸福哦？羡慕死我了。对，你别羡慕，我现在就给你安排上我这个东阿阿胶小金条，随时随地撒个娇。哇。现在就要能量加满吗？是的。谢谢，真的有被东阿阿胶守护到哦，能量加满，让我们继续下一个精彩节目。谢谢，感谢表演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舞台。那接下来的节目呢，也非常的值得玩味。它是一首非常魔性，然后又洗脑的梗曲，它解构了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那种游戏，叫做剧本杀。那我们有请有谱的阳光开朗大男孩李昂星。拼本的兄弟就差你了。搞什么？还玩不玩了？再不来我走了。这也太慢了，速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在电梯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今天是个美妙的夜晚，虽然我们素未谋面，氛围阴沉，音乐渐缓，每个人收到一份邮件，递安眠压力冒烟翻开剧本，我们故事现在开始，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第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像是某国的公主。第二位玩家时代到是为他的值得使用户。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他和公主有些冲突。这座所有人不过一想，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看看身份说我是啊，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我的糖只有微笑，看我扬起的嘴角。只是路过碰巧，被卷入职场纷扰。我没有任何秘密，为啥我坐在这里？
现，气氛变得逐渐焦灼，每个人都在争辩，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在一张张线索公开之后，讨论越发激烈， DM 说轮流发言，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公主身上的毒药，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带刀是为身上的佩刀，警察他也没有清晰的样子，王子准备了绳索与暗器，但他还没开始动手，最后所有人目光也向我，问我案发前后做了什么，我看看线索说我是我一直在那儿坐着，甚至都没上厕所，我就是一个过客，人生没一次波折，我甚至没穿外衣，我气也不在怀里，这一局游戏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凶手原来是公主，她将毒药撒出了几滴，游戏结束，大家击掌欢呼庆祝这场推理，王子公主于是为互相加了微信，约好下次一起，所有人兴奋的和 DM 腐败着，除了那个傻子，这个节目呢，我相信关注我们哔哩哔哩最美的夜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因为每年我们的跨晚都有一个经典的环节，就是我们会请到一位乐器大师，把横贯古今技艺超绝的器乐演奏舞台留在我们最美的夜，那就让我们再次回顾他们酣畅淋漓的斗乐名场面。每年最美的夜都有一个叹为观止的乐器大师绝活节目，2019年琵琶大师方锦龙驾驭九种弹拨乐器，一人独挑百人交响乐团。2020年，两度问鼎格莱美的音乐家吴彤，以声乐全家桶阐释万物皆可生生不息。2021年，机长李延亮一把吉他乱斗民乐、交响乐、电声乐队，一路过关斩将。2022年。唢呐第一人郭雅致碰撞虐心爵士乐团，将唢呐与爵士乐柔和创新。昔日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今日四位大师齐聚一堂同台斗乐，他们证明了音乐可以穿越古今，跨越国界。今年四位乐器大师齐聚跨完舞台，和赵赵老师一起带来一场华山论剑，一起来欣赏。之气震人间。
见。
阳沙满地黄山顶水轮前，开始绝学红土也究竟能有多执念，山向风里纷纷有思念起云霜飞烟，天之高孙有欲所求人不得远，偷胆挑日月色落拍针将前朝拆破，谁出路谁有力谁稳定谁是锁，此禅何必笑我，虽千万人你我只过能执着，下课训练九州暗愁斑驳，逃过剑影里是谁的面目残残烛心火，只是我双掌一天藏无复活，奈何相遇主见真是屠我，所谓天下第一怎有我天高海阔，每个少年都有一颗中二之魂，而这颗魂是我们在异次元正义果敢永远胜利的化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汪东城和陈德修的终极宇宙。这个宇宙中存在12个时空，在时空震荡下人们逐渐遗忘了自我，铁克军卫军之东城卫团长修受盟主的委托，与金时空汪大东小朋友联合，用音乐唤醒人们心中的爱与希望。东哥，快起来！我穿梭金时空，是血腥火星，土星之心，只需你时间滴滴答滴答答是你。我穿梭金时空，是血腥火星，土星之心，只需你时间滴滴答滴答答是你。枝头还残留你为我擦的指甲油，没想透你好像说过你和我会不会有以后，世界一直一直变，地球不停的转动，在你的世界轻轻对你说我的温柔，只想让你都拥有。
彩的、非常燃的演出，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Hello, B 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东汪东城。Hello, 大家好，我是修成的修，大家好。耶、yeah, ，那你也是终极一班、终极三国、终极一家的胡言绝罗修。那我就是充满中二魂的鬼龙，我站在边上，现在有一种走进了那个剧中的感觉。对对对，就是突然中二起来，特别沉浸哇！但其实虽然那个时候剧情现在回想起来是中二，但那时候给了很多人力量，觉得有兄弟有伙伴，我可以热血的去战斗。对，其实终极一家、终极一班、终极三国系列就是讲着兄弟们之间的情谊，还有家庭们之间的温暖，一起带着中二的力量守护整个世界。而且最好的是在守护世界的过程当中还有同伴跟你一起。对，没错，我们是有这个兄弟情。所以终极系列呢，我觉得对于大家会这么难忘，就是除了刚刚讲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元素都综合了起来，那还有很多音乐的能量。是，对，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能量和热情，在这样一个跨年的时候给 B 站的所有的朋友送上一个新年的祝福好吗？就在这边祝2024年 B 站的小伙伴们2024学业进步，然后战力指数连连飙升，逢考必过。今天呢，我要在这边祝福大家，新的一年2024年越战越勇，好不好？谢谢谢谢大东和修。那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收看我们最美的夜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打开淘宝，点击右上角上夜淘宝抽跨年大奖，逢考必过黄金手串。淘宝祝你2024逢考必过，而且还有机会前往淄博宇宙，让 B 站的 UP 主导演小策为你拍摄专属大片。好了，再一次掌声送给大东和修，谢谢谢谢，来谢谢我们最美的，哎，我也可以获得力量，是不是？耶、yeah, ，我也要，谢谢谢谢，黄金右手，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音乐频道 ，Hopical。嗨，各位好，欢迎收看2023年的最后一期 Hopical Music， 我是周洋，今天是一个非常适合聊 R&B 的日子。那 R&B 这种音乐呢，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它是由布鲁斯和灵魂乐来组成的，但是当我们今天再来聊 R&B 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说的是现代节奏布鲁斯，那它的包容性在今天就更强了，比如说嘻哈、funk、电子舞曲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它今天非常重要的构成的元素。我想当我们在聊到华语 R&B 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手中的这一张由陶喆老师兔签的蓝砖。可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R&B， 为什么我们需要陶喆？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翻开我手中的我当年亲自贴的陶喆的这本歌词本，然后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些音乐当中。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恋。
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事情让我每天有种不知道要放你走了。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和这个爱，于是一直于是不必要改。我不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点怀念，可是我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着你的泪，妈咪那车都依然吹着烟。听说现在的你只能打击力牵住那片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昨天晚上的事，我们就等在明年再说吧。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不是真的是骗自己。我其实我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要执着往我总会走路，再看一眼有我的幸福。上面的朋友，爱情好像流沙，正在黑暗里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你只该躲在无法自拔。哦 baby 让我这样吧，怎么样？就像流沙，也全场干嘛？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正在黑暗里落下。爱情好像流沙，你只该融化，无法自拔。哦 baby 就像我这样。好像流沙。
这是我们的贝斯老师，还有我们的吉他老师，谢谢两位老师，谢谢。那等一下呢，我就想送大家一首我觉得充满能量，可以带大家一起跨入到2024年的一首歌，希望你们会喜欢。耶、yeah! ，谢谢。在别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难道失败就永远奋不留身？谁来挽救坠落的灵魂？ Oh yeah， 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我又能活下去，我又找回勇气，你的爱像氧气，帮忙我呼吸。我又能呼吸，找的问题远走的没有出口的那个迷宫里，我一次又一次只会用借口逃避，骂你出来你对我彻底的自信、yeah、我又何等何日的你珍惜，为何你我要求别意。心存感激，现在活得难。
在听。谢谢，你是我的蝴蝶，谢谢。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好不好听啊？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看到陶喆老师，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而且陶喆老师独有的这个陶氏唱腔啊、oh. 我内心当中一直有个疑惑，是就最后那句，就是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一他每一次一的都不一样。你说在现场的时候对、啊、肯定要不一样啊，一样的话那你就学得来了啊、对，所以他老唱不明白、oh. 就是这个原因。而且我们每次听陶喆老师歌的时候都有很多个哦，很多个 baby、yeah. 很多个 yeah, yeah. 所以我听说一件事，您是 R&B 教父同时身兼 oh yeah 教父。那不不不没有啦，其实这个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现场的即兴，是像有时候你真的你看到比如说现场的观众的他们的表情啊，他们的笑容，对，你真的就会在那个当下你不想要给他那个大家习惯的那个，可能他会说哦哎是我的粉红色的蝴蝶，这种感觉，对。因为今天是个许愿的日子，对吧？是。您的很多歌迷都许了同一个愿望，就是2024年可以去看您的演唱会。不知道您有没有巡演计划？有吗？确实有。真的有啊？真的有，真的有。太好了，大家一定要期待啊，不能错过陶喆老师的演唱会。24年的巡演你们都会不会去？要看到哦、yes. 要看到你们每一个人哦。最后我们再一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陶喆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期待陶喆老师的音乐产房孕育更多的作品，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接下来跟我们一起来许愿，收到来自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礼物吧，好不好？哇哦，看来又有新的愿望了。心愿都汇集到了这里，没有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打开淘宝，点击右上角上夜淘宝抽跨年大奖，本轮送出8888大红包。淘宝祝你2024大富大贵。青春如此多娇，养生就用东阿阿胶，控油防脱用养元清，新年发光不发光。东风奕派汽车智雅电动轿跑奕派007，参与一键投稿玩法，分享专属你的跨晚高光片段。上微博搜索话题你好2024和2023最美的夜嘉宾们一起传递新年祝福，玩转微博跨年狂欢节。谢谢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最美的夜。